哋再嚟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哋多谢你，你系我哋一位活嘅神。主啊，我哋多谢你俾我哋有圣经，我哋都愿意永活嘅神喺我哋嘅内心，圣灵引导我哋，透过你嘅话语去建立我哋，去鼓励我哋。我哋咁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咁咧，我今日咧就透过呢段嘅经文，我嘅讲题变与新。咁我相信咧，当我哋睇到呢个主题嘅时候，有两个字，亦都系我今日咧去讲到嘅时候嗰个重点。第一个字系变，第二个字系新。咁喺今时今日咧，其实系即系我哋都即系对健康咧有好多嘅认识啦。咁啊，无论系饮食啦，到美容啦，各方面啊，特别咧即系。即係講到美容的時候，已經不再是話以前咧，可能是比較係相對嚟講，女性咧係會比較著重一啲。但係其實到了今時今日咧，甚至連男士咧都會係好希望咧，即係去藉住唔單止係內在嘅健康外表去個儀容啊，或者俾人哋嗰個嘅觀感睇法，都好希望咧能夠係俾人有一種。即係唔係好似好沉啊，或者可能俾人一種耳目一新嘅感覺，所以可以話喺我哋嘅生活嘅裏邊咧，其實我哋都時時咧都去揾緊一啲嘅方式嚟到係去轉變，而轉變嘅目的咧唔係即係有時我哋上一代咧有一首歌啊，變幻係永恆嘅。當我哋講到變嘅時候咧，就講到即係好似好多嘅嘢係唔喺掌握自己嘅手。但其實今天我們去講到的轉變的時候，其實我們知道我們希望變好，我們希望一些東西能夠變得更加可以得心應手，或者變得更加美滿，變得那個結果能夠更加可以達到滿足到我們原先希望在個過程裡面我們所計劃所做的事。其實我相信這個我們說變呢，不单止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时时都会绞尽脑汁，或者是用我们 的经验来到 去寻求一些在生活上边一些的转变，甚至一些的突破。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其实我们正正就看到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他绝对不是只是在我们的框框的里面去生活。虽然呢有时我们即是我们都说今天呢我们即我不知道你来到教会，我们很多谢 Mingo 刚才跟我们去分享他的故事，分享他的经历，他是这样来到回到教会的。我又不知道你在座大家可能你信耶稣，你的信仰的历程，你的生命的历程，大家都会很不同。有些是可能早一点，有些可能是晚期一点，有些可能回教会久一点，有些可能回了教会是不太久的时间。我们大家都会带着我们一些的认识或者是一些的寻求来到教会，我们很感恩的就是神都透过不同的方式，透过不同的际遇，让你能够可以来到这个教会。但是当我们去带着我们不同的心态，或者我们不同的经历，刚才 Mingo 讲了他一个很个人他自己的经历，我相信你也有你自己不同的经历，我更加有我自己的经历，来到去怎样去认识神，怎样去到教会。但是无论我们是一个什么的背景，什么的经历，其实我们去行，去来到去认识神，都是有一个过程。我们的上帝他一方面他是在我们不同的人的上边，可能他会透过不同的事情来到给你去学习，但是神呢也都是有他自己的方向，他给我们去行，继续去向前，继续去行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神呢跟身边的人是很不同。可能你的好朋友他都会去尝试去到用一些不同的方法经验来到去帮我们这条路行得通，那些的方法或者那些的做法可能是有些更好的做法，或者大家互相去参考，互相参详，我们都会是有一个交流，有一个的互动。但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上帝呢他都很愿意跟我们互动的，但是同时呢当我们去到去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又发觉在这个互动的里面，一方面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神他是有一个方向要我们走，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神，但是当他带我们去走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是有一个大家我相信可能不少人都有的经历，就是原来神带你
的声音，神带你走的声音，未必是你一路走开那个方向，未必是你一路去到感受开，或者你做开，或者是未必是你那个的优先次序范围的东西。我相信这个呢，其实 在我们接触教会，我们回教会，我们 去认识神呢，可能大家都已经有这些的经验，就是你去寻求一样东西，最后就变成你回来教会。神在祂很特别的带领里面，祂让我们来到不断向前，但有时当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在我们刚才所看的圣经，我们去见到就是 有两件的事件，简单来说有两件的事件，也是一样，因为其实 是那个范围很长，我都尽量截录了一些的重点，来到去就着我今天的讲道来到去发挥那个重点出来。第一样东西我们见到就是这个腓利，其实我们上次已经开始看着他的事情，上几次的时候已经又开始讲着腓利。这个腓利他是传福音，上一次我们讲到他带了撒玛利亚的人来到去认识了耶稣，哇，带来了福音一个很大的复兴。然后呢，跟着今次由神给他有声音，神去带领他，就说叫你 向南行。南边是什么来的？旷野来的，沙漠来的。说去沙漠做什么？总之你去了，神没有解释清楚的。跟着他去到的时候，才发觉原来是撞到一个埃提亚伯，或者有一些现代的译本，就是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现在就我们看到那个资源 是有是比较穷困的地方，是缺水缺粮的地方。但是以前呢，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地方，一个很漂亮的绿洲来的，资源很丰富，也都是 有掌管，就是那个迦太基那个的女王去掌管。而这个的太监呢，就是去 他原来去了耶路撒冷那里敬拜，但是其实他是不可以入去圣殿的，他不可以真正很近很距离的来到去敬拜上帝，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呢是不给，特别是即太监这些呢，他们会看为即身体有残疾，是不可以入去圣殿，所以他只能够是远观，但是他仍然都是愿意敬拜神。他敬拜的时候，他都是没办法了，因为这个是当时他们即在住在即耶路撒冷那些人，他们的制度是不会被这些人 去埋到他的圣殿的里面，有一些即个人即对上帝一些的奉献，一些敬拜是不可以做到这件事。所以他去完之后，他回回程的时候，原来上帝去叫腓利呢，就是去遇到这个的太监，来到让他实实际际的，是清清楚楚的来到去认识耶稣。跟着第二件的事迹呢，就是记载在亚拿尼亚这个人。亚拿尼亚他当然是信主，而他当时呢，就是去听到神给他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说，喂，你要去为保罗，即是当时的未改名叫扫罗，为他来到传福音，这样呢你要为他按手，因为呢这个扫罗之前呢，就是 他看不到东西，神呢都费事去跟他解释这么多，直情是让他进入异象，即是这个呢我们刚才看的经文呢，他就是入了异象，直情自己看画面，看到自己会为保罗祈祷，令到保罗康复。所以亚拿尼亚看回自己去为保罗祈祷，为这个人拉教会的人拎去捉他去处决的，他有权的，那就送羊入虎口，就去找他，他会伤害教会的，就是这样。上帝就是跟他讲的话，总之你去。亚拿尼亚又去，遇到扫罗，跟着后来改了名叫做保罗，就是我们 的使徒的里面其中一个。就保罗呢，他就是这样去给亚拿尼亚来到去带他去认识了神，来到经历到神的医治。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今天呢 去用，就是我的主题是变与身。你发觉呢，其实无论是腓利，无论是亚拿尼亚，他们都有一个，虽然他们的经历是有少少分别，但是呢他们其实那个所学习到的功课呢，或者是今天他们的经历给我们呢，是有一个类同的，就是说其实当时的环境，他们所遇到上帝的声音给他呢，去告诉他吩咐他做的事呢，都是你他们不明白的。起码就是下去旷野，下去旷野做什么，要去甚至呢你可以说去到的时候有一个太监，哇，太监其实跟他的
的文化，即是不跟这些人接触的、哦、这个呢我们今天呢可能 是难一点去理解的，但是他即是腓利这些，即是他们是去在以色列的里面去生活，我们知道这个是他们的文化，是很根深蒂固，就是喂他们不会跟这些人接触，但是神就是告诉他们，你下去跟着见到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太监，跟着呢又去跟他解释圣经，他就去跟他解释，然后呢阿拿尼亚呢也是一样，哇这个人直情是会不会拉埋我的，这样我但是神就叫他你去吧。这个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去作主的门徒，这个呢是我们为什么看《使徒行传》，我们教牧团，我们 去觉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的亮光，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跟从神，我们怎样去竭力做主的门徒。而在我们今天这个的范围里面，我们看到原来要竭力做主的门徒呢，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要顺着神的声音来去走。虽然我没有写过虽然是什么，对于亚拿尼亚和对于腓利他们的虽然呢，我相信你都会理解到，就是在一个经文的里面，虽然落旷野，你浪不浪，没有人的，热辣辣又没有水喝，或者我虽然那人拉你的扫罗，你去不去啊？神说去啊，去又去坐监啊，咁样俾佢拉，佢而家拉紧人咁样啊。跟住当然啦，已经呼声即系都传得好快，知道咧，哇！扫罗突然间唔知做乜嘢，又睇唔到嘢，跟住又要人，即系跟住圣灵咧都话要我为佢医翻佢只眼咁样，我去揾佢，话要唔会医翻好之后佢拉我噶咁样，好多嘅虽然噶可以。今日咧，我唔知道你嘅虽然会系乜嘢嘢。你今日你去听唔听到神嘅声音？听不听到神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他给你有一些提示，给你有一些建议。我们的神是一个谦谦君子，他从来都不喜欢强将他自己的意见来到是压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去监硬，要我们来到是 去服从。其实可以这么说，是没得压的，牛不喝水也都不敢得牛头低。即有时候我说神是满有大能的，但其实实际上呢，上帝呢他是很看我们的人，我们的态度，以至到呢其实今天呢，当我们说要去听到神的声音，其实我们往往我们要再问多一重的，就是其实神的声音好像什么样呢？神的声音就好像我们家、或者是你台面上的一杯水，如果我们那杯水已经是装满了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再装更多的水，再装可以的啊，咪倒泻咯，跟住所再新装嘅水，其实全部都会满泻，系唔会入到去个杯嘅里边。其实神嘅声音系好多嘅喺我哋嘅生命，喺你嘅生命嘅里边。当你有一日你会觉得我听唔到神嘅声音嘅时候，我俾你有一个温馨提示，就系、是、你会唔会其实喺你嘅心嘅里边已经有你自己嘅声音，以至到其实唔系神冇声音，神喺佢嘅环境嘅里边其实。很多东西呢，他的声音是很清楚，但是呢我听不入。但是我们很感恩的是，无论是腓利，无论是亚拿尼亚，他听得入。有很多的虽然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在他当时 的处境的里面。所以第二个重点，当我们去看到我们要顺着神的声音，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但正正我们看到腓利和亚拿尼亚，他们是一个随时做了准备，他们是一个有准备的人。今天呢我们讲到神的声音，其实神的声音呢是你 用心去听呢，我们是会听得到，但是个情况就是说我们自己都需要来到 是不是准备好来到去听。一个的例子，我相信你听了很多，我们 有时呢人家说听神的声音好像什么呢，好像电台收音机这样，收音机其实那些频道已经在那里了，有很多个频道，不过呢如果你没有一个啱的仪器，你没有一个的没有一个啱的媒介渠道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神即是那个电波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都不会听到有任何的声音、这个不是扮听不到，是真的听不到。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啱的媒介，我们要有一个啱的态度，以致我们能够随时可以准备好，随时做好准备。而我们见到无论是腓利，无论是亚拿尼亚，他们都是随时做好准备。当上帝当神的声音叫
腓利咧，佢去南下嘅时候，佢就起行。嗱，呢一个行动咧，已经系讲咗一切嘅嘢啊！佢唔系去谂下呢度话，哇，有冇第二条路啊？有冇水啊？佢冇问呢啲问题，佢就系一讲佢就去。跟住亚拿尼亚都系一样，系有少少挣扎，但系神咧都去俾佢，神知道佢嘅难处，结果咧直情俾埋。俾好似睇畫面咁樣，好似睇戲咁樣，睇到自己就係為保羅嚟到去祈禱。神俾佢睇翻一個係咁真實嘅一個嘅圖畫，就係將要發生嘅事。所以咧，佢亦都係跟住就聽住神嘅聲音。神話你去啦，你只管去，佢就只管去。呢個咧，我哋睇到係有準備。其實今日咧，我哋每日去生活嘅時候，我唔知道你覺得你嘅生命啊，覺得有冇枯乾，或者覺得？即在我们每日的或者你的灵命的里面，你觉得对神的经历是怎样？但其实呢 我可以说这个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其实当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是、啊、会不会是那个、啊、神给我有再多的经历呢就好了。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发觉其实不是神不给你有经历，但是神其实是我们自己很巧妙地，我们根本上就没有去预备好从那个经历去出发继续去行。所以当我们去看的时候，不妨我们去看到亚拿尼亚和腓利，其实他们的门徒的生活是很简单的。他们的生活简单到就是他准备好，他准备什么？就是上帝给他有什么的领受的时候，他就按着上帝给他的领受，无论是什么的环境，他都愿意去到实行，他愿意来到去制，去用行动来到去配合。而上帝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就 去开了一个新的格局。当然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神的福音这个好消息能够传开去。当然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没有说是哪一个上帝要靠哪一个，大家都是归荣要给神。但我们无可否认，上帝的确是很使用腓利，亦都很使用亚拿尼亚。如果没有他们在历史的这个时刻，他们去愿意去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可能个历史就已经不是这样写。究竟那个福音，特别是如果扫罗、保罗他都没有真正 很顺利的来到得到当时教会的接纳的时候，你说那个历史会怎样去写法呢？我们真的没有人能够去即是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我们见到最后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说变与新，其实最关键其中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当然是腓利那个都是一个愚公来的。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回那个教会的历史，你发觉腓利他由跟撒玛利亚那里的人去传福音，到这里他跟那个太监来到去传福音，你发觉腓利他是一个先锋来的。他就是去，其实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根本上就不会接受一些非犹太人、非犹太裔的人，但是他就是去行先那一步，做了当时的人他们都没有想过去做，或者很困难很难去做。他做了这种的转变之后，你发觉其实腓利神去使用的，原来他做了保罗信主，做了保罗能够去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一个的先锋，他掌握了这个先机。如果在当时的环境里面，非犹太裔和犹太裔的人，当然犹太裔的人都信了耶稣，如果当时的人仍然固步自封的时候，其实这些非犹太裔的人他们信耶稣的机会是比较渺茫，是被削弱了。而削弱的原因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这样的恩典，是因为人不肯去变，人不肯去到去以一个新的角度去面对上帝所容许发生的格局的时候，其实所谓的改变是未必会发生。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去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都即去那个节录的里面 去特别是引述了为什么保罗最后能够可以跟教会建立关系呢？很关键的一个人就是巴拿巴。巴拿巴他是当时的人，其实讲到明是不信保罗，他说他信主，我不信了，因为他实在拉了太多人，他害死了太多人。但是到当时去到教会的时候，因为这个都是性命攸关，这个都是教会的安全的问题，所以当时的人他们有很多的虽然，我们真的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巴拿巴他释出善意，而这个善意呢其实也是、就是、当然我们今天那个、就是、看的经文的时间很有限。巴拿巴他本身呢、就是、他有一 个尊称的，有个花名的叫做劝慰之子、啊、这个劝慰之子就是说他对人呢是有一种的，即係佢有一種嘅鼓勵嘅，有一種嘅，即係佢透過佢呢一個嘅人咧，其實係可以讓到好多嘅人咧，佢可以得到好多嘅機會。而我哋見到咧，巴拿巴帶出一個好重要嘅啟示，保羅嘅能夠真正嘅喺神嘅心意嘅裏邊踏入翻教會，被正統嘅教會嚟對佢承認，然之後差出去成為外邦人的使徒，非犹太裔的人的一个福音就以他来到 去开展。其实很重要就是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我们见到就是在巴拿巴的里面去找到，是巴拿巴给他有这个机会。其实当我们去看到说机会都不是因为巴拿巴，其实当我们今天我们说想去经历神，我们说我们的灵命可能觉得还是 很浅很幼，其实不妨我们去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神没有去动工，是不是因为神没有在我的生命里面好像我一个弃婴这样、啊、我 都好像得不到神什么的福气，隔离那个、唱歌那个、侍奉那个、或者 是你见到的不同的人，他好像他比我好的，他比我有福气的。但其实呢，当我们看回这个机会呢，不是谁给我们，是我们愿不愿意给机会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去有一个新的格局。所需要的是可能你需要去放低一些的东西，所需要的是可能你是其实你听到那把声，但是你是不是去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虽然。我不知道这些的虽然在今早你的虽然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一位两位的门徒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虽然都因着神的声音而是拎走了，以至到神是大大使用他。巴拿巴就更加不用说，巴拿巴直情是独排众议地都接受保罗，以至到福音真正的潜能就是神的心意，就是透过巴拿巴这个这么冒险，但是他是听到神的声音这么清楚的一个举动，虽然是被身边的人、身边教会的人都不断的反对，他都仍然去接待，唯独唯有巴拿巴接待保罗，以至到保罗他就真正有一个机会，他真正能够可以去在一个传统正统的教会的里面去得到那个的应受，你都是去为神去作工。所以变与身，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觉得有什么你是需要变，无论是当然这里最近的就是在教会的里面，回了教会可能你的时间很短又或者很长，你在这个地方你这么久的时候你需要变的什么呢？神可以在你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他藉着你的改变，他有新的格局可以透过你再去展开。这个呢，我们是在这两位的使徒的圣徒的里面我们看到，又或者是在我们的工作的里面，在你的家庭的里面，在你的人生的种种际遇的里面，现在这一刻你所发生的事，神所要讲的是你要怎样 去变，你要怎样去交给他，愿意神去藉着今天 这两位这么重要的人物，他们的教导呢，来到是给我们大家都一起去效法，去经历到神，以至到我们可以是藉着我们都去变和新，去经历到神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更上一层楼，无论在灵命上边，在你的工作上边，在你的生活的上边，我们一起去祈祷。